就是还是欠缺一些练习，然后还有就是我对节奏方面的一些把控，还得再去研究一下，我得再把稿子弄得更熟一点，因为现在定了稿子可能有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吧，就是还没有弄得特别精。我记得我有一回站在他前头，就像我现在站在你的前头。我觉得他从来没有像这时候那样美丽，他拿他的眼睛跟我谈话，那样温存，那样柔和，那样明亮和年轻。是哪一个春天在哪一处它盛开了？开了多长时间？谁在下的？是外人还是熟人？为什么放在这书页中间？可是为了纪念温柔的相会，还是留作永别的真情？其实成年的阶段，我觉得现在主要就是第一个要考上一个特别让自己满意的大学，算是新一个起点吧。然后说不定自己的各种状态也会发生一些改变。我们三个都要报考表演嘛，就是他们两个就是得到了这样的机会，肯定是特别好的，就是他们也珍惜住了这个机会，就是。我目前的话是没有这样一个机会，我觉得就得在表演课上，我自己平时就是多去积累一些表演老师给我的东西。虽然说目前没有得到这样一个机会，但是就是如果真的有机会的时候，那我一定会去好好珍惜这个东西，就是把自己能做到的专业方面的东西全部都去把它做好。我觉得现在是我最重要的事情吧，也不能去想太多，就是着急。我觉得这样着急的状况的话，是对我目前没有帮助的。既着急，但是也没有什么用，对吧？所以说，就只能先做好自己，把自己变得更强大，然后这样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。而且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的话，就是还是特别的，就现在的状态是对的。我觉得我在一步一步的稳扎稳打的这样一个状态，只要人是在一直前进的，我觉得就没什么问题。我觉得状态如果是差不多的话，我就能一步一步的变得特别好，然后高考自然也不会出未来的事，谁又能说得清楚呢？对我来说，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，就是我现在的心境。对，又追求多少个？明天晚上才能看到。好的。好的。然后这是第一个位置，就是拍手这个位置。我好的对。，OK。然后第二个位置，哎，找第二个手，就是我跟我们两个在对，一起。哎，对，你们找找，对，你们看看，自己分一下。啊，这边的话，那就是丁哥是吧？我和燕，我这应该是我。这儿站俩，我这儿站俩，我耀文，丁哥，这儿站我俩在这。对，丁哥万哥，这是郑源鹤，郑源鹤，这边站三个，对，就是丁哥、万哥、宋亚轩。对，这站俩。嗯。就是拍手的位置。对，我这个对不对？第二，这是我们唱完了之后，对女团唱的时候。